要嘅，四平八穩啲啩，因為三系同咯，九始終佢有根據啊嘛，一定啦。實質上即係方邊可能啊，提多科銀。主持人咧就介紹二三四九啊，都好多人 tip 嘅呢幾日嘛，二三四九。啊！即三號成績最好嘅跑三次，兩邊一 Q， 從未落低。咁如果你買檔位一號檔，咁就騎師潘頓，雙神威曬，你都要攞翻頭馬。今日佢都識出閘啦，佢啊！如果真係的起心肝嚟講，佢真係想贏嘅話，去一號排一檔咁樣，佢一搶到出嚟，咁就應該有爭勝嘅機會啊！咁所以三號。是賽績最好的，另外一隻九號對大熱門咧，一點七倍大熱門啦。呢只馬咧就叫即係深不可測啦，可以咁講。佢初出嘅時候直路一千，好似輕鬆取勝嘅。咁今次跑馬地一千就要轉彎嘅，咁佢就多咗一個咁嘅疑慮啦。咁就都唔係疑慮嘅，係即係你未見過佢跑呢啲轉彎一千短途啫。咁又係配翻史卓峰。上次是 2.2 倍輕鬆取勝在沙田，今天就去到 1.7， 排幾多號檔啊？他就排4號檔，應該3號和9號呢，如果你是真有心想贏的，在跑馬地呢就一開始就要鬥搶了、啊、還有什麼馬呢？有沒有大騎士啊？有沒有大騎士啊？大騎士就是二號連連旺，近績不錯喎，上漲7.9倍，史卓峰跑第二。咁就而家有12倍，騎士唔差啦，不過個檔位係12檔最外檔。呢只馬咧就贏過一次，四次 Q， 咁就。上一次咧就輸咗俾呢個平常心半個馬位嘅，咁即係二三係鬥過嘅，二三係鬥過，咁就上次就史卓峰鬥莫雷拉，咁今次咧就蘇明倫鬥呢個潘頓，咁你估會點咧？嚇、啊，好似蘇明倫高過呢個史卓峰喎、啊，潘頓同莫雷拉當平手啦，咁即係蘇明倫。今次好似騎師好咗，就檔位差咗，但係賠率又好咗，咁即係賠率又冷咗，即係多啲派彩啦，咁都係有機會嘅。新馬都陸續都開始出嚟啊，啲都能夠一出都跑得好啊。咁其他啲馬，十號、十一、十二嗰啲好冷㗎啦，即係都黃俊。杨明满满，杨明满满上次77倍，今次43倍，都好似未有信心，唔够信心咁样。八号军力劲，上次30几倍，而家100几倍，咁所以呢啲6、8、10、11、12都暂时冇谂住啦。如果中咗都系啲人识嘢嘅啫，我就唔识啦。咁如果買咧，買二三幾好啊？蘇明倫嗰只連連旺，因為個檔啊跑得差啦，咁啊13。係最弱就係個檔啫，抽咗12檔最外邊，搶又唔係，縮又唔係，所以即係佢，但係佢真係同呢個熱門之一嘅平常心鬥過，輸俾佢半個馬位嘅咋，咁所以。所以。始終都贏過呢只馬。九號都好難買㗎啦，咁少錢，風險大啊嘛。四號梁家俊，飛霸龍咧，嚴格嚟講咧，佢贏過三次第三，五次落地，嚇，即係咁咧，即係話咧，佢上名係多過落地嘅喎。嚇，佢同呢個3號係。差不多的才即照計數，騰龍超影有個近績
即係後面個取態好關鍵咯。七號出咗嚟攞咗難，佢就同你七號馬十八倍。佢話佢如果撳一撳力俾你先走，又七號馬上次二十倍跑第三。咁今季咧就即係會好啲啦，舒服。今季近績就好啦，即係跑幾次都有有位置啊，贏個名，亦即係贏過咁。咁揀咩？咁啊，閘前嘅紅燈咧，亦都已經亮起噶啦，時間亦都夠啦。二三啦，好快嚟到三 T 嘅次關啦，三班跑千二米嘅飛數啊，二三或者平常三七咯。最後階段嚟到三倍，危多福就繼續企穩。三號而家落緊低啊，一樣喎，一點二喎，大家都嚇三同九啊。如果你三九都買跑出嚟，就係大熱大 Q 嚟嘅。點樣工作啦？開始會好多人中啊。超影順利。再嚟入閘就係落滿貫，呢只大熱門啦，掹咗個頭罩啦，危多福喺佢旁邊咧就係平常心。其實三四位置 Q 都幾好。佢哋一對馬就未入嘅，咁啊睇翻閘後邊嘅情況啦。特醒，跟住連連旺，再嚟就危多福飛霸龍。三號有六格。順利。就九號就隔晚又去大，臨尾三倍著綠燈嘅平常心啊！好啦，飛霸龍搞掂，平常心貼士界都貼呢只嘅，亦都冇問題，落滿貫，最後入閘應該就係軍力勁啦，入得都相當之快同埋順利啊！交俾閘前，入閘軍力勁，沙田直路實在係贏得好輕鬆啊！睇今次轉彎得唔？全部馬不準備妥當，六場賽事三班千二短途大熱係九，忘記佢睇住潘頓嘅一檔啊！好咧，跳出嚟嘅時候，平常心正聲彈出啊！咁啊，中間仲有呢只危多福啦，第三位咧就文明之星啊，第四位內蘭騰龍超英啊，出邊紅衫，第五位仲有軍力勁啊，再後多層內蘭飛霸龍啦，響佢出邊仲有樂盈盈啊，拉散曬個馬群啊，令才尾五啊，後邊嗰四隻連連旺響尾四紅帽嘅，尾三軍威震，殿後兩匹馬咧，咁啊見到有呢只咧就特醒啊，暫時包咗落尾，陽明滿滿響佢前少少啦。好啦，跑到對面直攞中尾段啦，危多福咧就放咗出嚟跑噶啦，平常心咬住佢噶啦。再見到第三位嘅馬啦，出邊就文明之星啊，內欄第四位騰龍超英，第五位軍力勁，第六位內欄仲有飛霸龍啊，後邊就樂盈盈啦，粉紅帽咧，咁啊仲有令才啦，尾四連連旺，尾三軍威震，尾二陽明滿滿，包尾嗰只仲係特醒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危多福佔先，平常心開始咬上嚟噶啦。再見到後邊嘅馬，出邊位置咧有騰龍超英啦，響外邊仲有文明之星啦，再見到響出邊咧仲有軍力勁，馬林中間係連連旺啊，兜到嚟最後二百米到啦，平常心咧認真俾落去。接嚟在後面的對手三四個馬位贏緊呢場賽事啊！跑第二名的馬咧，騰龍超英一路壓住咗飛霸龍啊！第四名亦都近嘅，有外邊連連望機會高過入邊嗰只樂盈盈噶啦。咁啊，結果呢只平常心，哇！真係見佢好緊張啊！呢只馬閘前嗰啲準備功夫真係咬住呢只危多福嚟跑，直路上面話過你就過你掟甩嚟贏啊！騰龍超英跑第二，第三名飛霸龍，第四名係嗰只連連望啊！三号平常心潘顿啊，廿六蚊啊，最后轻松胜出啊！跑第二名七号嘅腾龙超影啊，波件事。第三名四号嘅飞霸龙啊，梁家俊。第四名惨啊，嗰只连连王咧，直路都俾人夹一夹啊，咁啊，结果跑第四，苏明伦。家俊啦，都有翻个位置，几好啊呢场。哇，最后位置一点一啊，呢只三号平常心，五 win 都着咗六格啊。嗰只危多福肥一段就散咗喎，转弯啊。潘顿真系好嘢啊呢个。咁啊，潘顿关下。贏多場啦！呢只平常心都贏得幾輕鬆啊！你見到啲騎師咧，騰龍超英繼續準啦，有個二檔喺個閘箱裏邊咧，個身係企直噶、動直噶。我睇下個暫定名次：三號、七號、四號、二號。出閘嘅時候，佢向前一烏低身。睇翻重播，有啲叫冇咩跟住啊！你睇只潘頓啊，佢即係個身係直噶。好咧，跳出嚟嘅時候，平常心正聲彈出啊！咁啊，中間仲有呢只危多福啦，第三位咧就文明之星啊，第四位內蘭騰龍超英啊，出邊紅衫，第五位仲有軍力勁啊，再後多層內蘭飛霸龍啦，響佢出邊仲有樂盈盈啊，拉散曬個馬群啊，令才尾五啊，後邊嗰四隻連連望響尾四紅帽嘅，尾三軍威震，殿後兩匹馬咧，咁啊見到有呢只咧就特醒啊，暫時包咗落尾，陽明滿滿響佢前少少啦，好啦，跑到對面直攞中尾段啦，危多福咧就放咗出嚟跑噶啦，平常心咬住佢噶啦。
啦，再見到第三位嘅馬啦，出邊就文明之星啊，內欄第四位騰龍超英，第五位軍力勁，第六位內欄仲有飛霸龍啊，後邊有樂盈盈啦，粉紅帽咧，咁啊仲有靈財啦，尾四年年王，尾三軍威陣，尾二陽明滿滿，包尾嗰只仲係特醒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危多福佔先，平常心開始咬上嚟噶啦，再見到後邊嘅馬，出邊位置咧有騰龍超英啦，響外邊做文明之星啦，再見到響出邊咧仲有軍力勁，馬林中間係年年王啊，兜到嚟最後200米到啦，平常心咧認真俾落去，接嚟再後邊嘅對手三四個馬位贏緊呢場賽事啊，跑第二名嘅馬咧，騰龍超英一路壓住咗飛霸龍啊，第四名亦都近嘅，有外。咁啊，一齐睇下啲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系三号嘅平常心，独赢派26蚊，位置派11蚊。跑第二名系7号嘅腾龙超影，位置派20。